连礼物都准备好了，这个在金门823，连那个菜刀都要拿出来了。那这件事情，我想我们很多国人都会很关心。那不晓得那个主委对这件事，我们陆委会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？是它的可信性到底是真还假的？这个我今天来啊，其实是来拜会贵党团。这个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大阵仗的这个欢迎，表示这个贵党团跟媒体关系非常的非常的好。首先来跟各位还是拜个年啊。是，谢谢。这个我刚到陆委会没有几天，所以我基本上今天是来跟您请益了。我您提的这个问题啊，今天媒体我们也看到啊，就我们昨天也就发表给这个一个新闻稿出来，就是说这个总统啊要跟对岸的领导人见面啊，其实要在适当的时机、适当的场合，以适当的身份来参加，而且这些会面一定要对两岸关系啊，对台湾的这个人民要有帮助才会去见。所以呢，我们以前呢认为这个 APEC 这个场合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场合，啊，这个因为我们都是双方都是会员，这个很自然的情况下见面，很可惜啊，这个中国大陆没有同意这样的做法。至于其他的呢，我们并没有做这样的安排。那另外就是张显耀先生他的这个续职啊，其实是跟所谓的马习会是毫无关系的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